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3.0 到 3.6 卡池安排，卡夫卡售后来了，骑士少女红 A 登场曝光，2.6 角色使用率排行，林塞利亚飞霄杀金，前三击破队存包。星穹铁道 2.7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，星期日望归人已经官宣，紧接着就是 2.7 版本前瞻直播的到来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 3.0 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有关于 3.0 卡池的相关消息了，有关于 3.0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，会有三位新角色登场，分别是五星兵制式黑塔 SP 雷基伊阿格利亚，新四星丙克，其中黑塔 SP 大概率是 3.0 版本主推，大招据说非常好看，阿格利亚是成女召唤 C， 不过命途倒是和之前提到的毁灭有所变化。而说起后续的 3.1 到 3.5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终于来了，简单来说就是3月1日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，分别是白垩提宝，其中白垩的形象是灰蓝发绿眼，定位据说有可能是冰 C， 提宝是粉色萝莉，定位量子童鞋，且貌似和盗铁有关，目前来看极有可能是 DOT 队的专辅。这么来看的话，卡夫卡黑天鹅起飞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也不排除是为后续烧血体系做准备的。至于 3.2 卡池登场的角色，貌似是一位叫做西莲的成女，据说也是周年庆主推角色。 3.3 版本则是有新的召唤 C 登场，后续的 3.4 卡池则是双子女毁灭侠蝶登场，主打烧血，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骑士装粉发精灵耳少女。 3.5 到 3.6 版本则是联动角色，比如红 A 等角色还是比较香的，以及后续版本还会登场的双形态烧血斧欧博、女兵奶珍珠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星穹铁道 2.6 下半卡池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除了乱破隐月的登场外，紧接着就是黄泉、沙金、星期日、望归人等角色的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截止到 2.6 版本五星角色使用率排行也终于出炉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五名飞霄，使用率 88.5%。 首先要说的就是使用率排名第五的角色飞霄了，飞霄作为追击队大 C， 当前版本还是非常强势的，并不是飞霄使用率低，而是前四名的使用率有点过高了，才以至于排名第五。第四名沙金，使用率 91.3%。 然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四的五星角色沙金了，沙金的使用率较上期对比又有所提升，含金量还是很高的，虽然是追击队的生存位，但是放在其他队伍中也非常的适配，泛用性拉满。第三名灵沙，使用率 92.5%。 而说起排名第三的五星角色，还是比较让人意外的，毕竟上一期灵沙还在和加拉赫争夺生存位的归属，这期直接登顶第三，力压沙金、飞霄这两位五星角色，加拉赫更是使用率大降。第二名软梅，使用率 95.1%。 至于使用率排名第二的五星角色是软梅，以高达 95.1% 的使用率拿下第二，含金量还是非常恐怖的，就近期版本来看，基本上也都七七霸榜，虽然排第二，但也只是惜败而已。第一名刘莹，使用率 96.5%。 最后要说的就是使用率排名第一的刘莹了，刘莹作为击破大 C， 可以说自登场以来就赢麻了，本期角色使用率险胜软梅登顶第一。 2.7 卡时的新角色望归人据说是击破队最后的拼图，这么来看的话，刘莹不仅是版本大 C，而且还未来可期了。总的来说，截止到 2.6 版本，全五星角色中飞霄仅排第五，前三名则是被击破队承包，真就妥妥的版本主推了。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呢？